触不可及，又何必在意？ Life will be easier when it's solidity。 触不可及，未来的自己 To keep up pushing out down the lonely street， down the lonely street。 无数个心灰意冷的夜里，梦见我在半空飞行，漫无目的。有时候我靠在窗前，看着街上行人冷漠表情，匆匆来去。不止一次，我想要放弃，不再执迷，却陷入患得患失的漩涡里。触不可及，又何必在意？ Life will be easier when it's solidity。 触不可及，未来的自己 To keep up pushing out down the lonely street， down the lonely出去，驶向远方，油门到底，去哪儿？去哪儿？你心里。再放一首我最爱的音乐，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舞步着，随意。现实总是太多难题，太多难题，我只想去看沿途最美的风景。啊。
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欢迎大家来到想到你身边抖音夏日歌会。让我平缓一下我的紧张，不过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帮我舒适一下我的紧张，就是点击右上角和朋友一起看的按钮，就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啦。快快帮忙告诉一下。那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是想到你身边，然后因为我觉得想到你身边是一个心和心的距离，然后也特别特别的适合引出我们下一首歌，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出道八年了嘛，但是有的人是听我唱歌唱了八年，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对，没错，就是我们的布丁，他们听我唱歌是不止八年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一路上就是有那么多人能够陪伴着我一起去追逐我的梦想。然后但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会看到很多的评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会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然后他们会觉得啊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很厉害，不是那么厉害，但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对自己的误解。因为就拿我来举例好了，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歌手，我幻想过我会成为一个牙医，哎，我看看你的牙齿啊，但是失败了，所以后面就学了音乐。然后也是因为所有人，就很多人把他们自己身上的光照到了我的身上，你们才看到了一个在舞台上能够去唱歌，然后慢慢开始变得比较自信的一个周深。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家看一下像什么，像不像来到了一片森林？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会有不同的性格，然后有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每个人都会形成，就会变成一个性格特别鲜明，然后跟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非常非常独立，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小动物，小精灵。所以我觉得可以来到就是我们的森林世界，一起去寻找一下你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一个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吧。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森林，也希望所有的小动物小精灵们能够在我们森林玩得快乐。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我说了很多遍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你是一个非常厉害，
你有很多很多光，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伟大的事情的一个人。比如，如果没有你们，就一定没有今天的歌手周深，因为他永远会害怕站在人前唱歌。我好紧张啊，怎么办？因为怎么说？我觉得想到你身边还有一个关系，我之前说就是心与心的距离，但我觉得我们抖音平台就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的距离都拉得非常的近。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身边所有的美好，可以把你看到的力量全部分给彼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分散，就是分享自己身上光亮的一个动作。所以希望你能够永远铭记这一点，也希望你记住你自己身上的光也非常的耀眼，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光亮，希望你们喜欢。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全力，努力的。Yeah.
刚才你们听的三首歌都是周深的歌，对，应该算是就是对你们认识到的周深那首歌。我真的特别喜欢刚才光亮那首歌，因为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特别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渺小，或者是微弱，或者是我们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的无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那股力量。然后也希望你还是像刚才那句话一样，永远永远永远要记住，你比你想的要强大非常多。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首歌是很多人在听卡布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它也是大家的，因为我们在抖音我们平台有一个就是心愿歌单，然后也是大家投出来的一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对，因为这首歌很多人大家都很喜欢说，说啊，好喜欢卡布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这里唱，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另外一个我想说的话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无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孤独，我们都会很像一个化身孤岛的鲸一样，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害怕去跟外界交流，也会害怕外界哪怕是飞进来一只百灵鸟，你也会觉得是不是一种就是会突破自己的动作。但是我觉得因为这首歌它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会去寻找那一条桥梁，或是那样一个道路，可以让你怎么说呢，慢慢的尝试着走开，离开你自己的那一座孤岛，因为你可以发现与外面相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孤独，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爱你的人永远比你知道的要更多。所以希望每一个觉得自己像化身孤岛的鲸的你，都能够慢慢的慢慢的喜欢自己，以及越来越热爱这个世界。化身孤岛的鲸，希望你能够喜欢。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只守没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星星井里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星子放入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
后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耳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把心自放入梦，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我想给
真的很想跟你们聊天。其实我已经算是话说的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次了，就是如果就是有来过我之前演唱会的就知道，没有任何导演可以控制住周深说话，因为就是恨不得会想跟每一个人聊一聊，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可以去跟大家面对面的说话。然后这一次我们抖音夏日歌会又给了我一种另外一种感觉，因为我们是线上音乐会，它就会让我又回到了之前就是卡布的时候唱歌的感觉。就虽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然后我也看不到你的眼神，然后可能你现在在呐喊或者在吃东西或者在刷手机我都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们就隔着屏幕，我们就隔着这样的网线，好时代感的一个词，就我们隔着这样的网络，比较现代一点网络的距离，但是我们之间去传递的那个信息，那个光，那个爱，一点其实都没有减少。所以我特别感谢抖音能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又去用就是让卡布和周深同时站在了一起去给你们唱歌。然后每一首歌里面一定会住着每一个人的故事，就像刚才那首女爵，我觉得她通篇写的最多就是为你。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为了让某个人喜欢你，或者是为了让某个人，无论是上司也好，或者是另一半也好，或是好朋友也好，他们会觉得哎呀，我想去做成一个你想成为的样子，所以就是为了你去做了这个事那个事那个事。但到后面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不是爱真正的那个你，就像我一开始我说的，我觉得每个人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这个凳子上感觉跟你说话特别特别的贴近，就感觉很近距离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一刚开始的性格，我尤其你们看我之前非常内向，如果认识我比较久的话，当然我现在说内向大家会冒出很多问号，但是我真的之前很内向，我就会很像，我会觉得我要怎么做才会让别人更喜欢我一点，或是不讨厌我一点，说甚至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是不是我一定要做到满分才会有人喜欢我。就像很多我的生米他们都会告诉我，就是告诉我，他们说啊，周深我好喜欢听你唱歌。但是我时常我非常非常感恩之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句，就是觉得啊，那有这么多唱得好的人，有这么多长得好看又唱得好的人，有这么多长得好看又有趣又唱得好的人，为什么你们可以在那么多千万人群当中去看见我？所以我就时常会觉得自己不够那么的完美，但是我又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完美，对不对？所以就是慢慢慢慢，其实因为你们所有的付出，你们所有做的东西，因为我都有看到，而且我都很感动，我都会把它听完，我都会很感谢，因为你们慢慢让我发现我可以开始慢慢的放松，所以我才会现在敢在你们面前说那么多话。然后你们让我慢慢开始发现我不用做到终生美丽，也有人能够愿意去支持我吧，或去喜欢我，对。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我的话，就跟我做的一样吧，就慢慢可以慢慢慢慢的去走到这一步，不要去让自己压力太大，然后让自己就是把自己一直在一个非常强压的情况下去难为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已经觉得不是在要求自己了，我们一定要要求自己做很多事情，但很多时候就是不要去难为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满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终生美丽。但是我相信你做到那个自己喜欢的自己的时候很重要，你喜欢的那个自己的时候，那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任何身份的人，他们都会就是不是因为你满分或者是那么的完美而爱你，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所以就会他们会越来越爱你。然后也如果我很想知道大家现在有什么样的小小的目标吗？你们可以打在就是评论上让我看一下，我说不定等一下可以，我现在可以看吗？我现在看不了对吧？好，现在看不到，你们可以先留言，或者你们想一下，因为等一下会有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等一下再告诉你们。也希望你们不必终身美丽，谢谢。
渐仍够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懂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可一分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见惯。再轻轻不过脉搏线，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抛弃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分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落势，让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我自信，所以美丽，是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真实。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越来越好。浮生若梦，为花今何？风摇云落，怎心何处停泊？剑起刀割，却斩不断这因果。看天地之间，皆默默。尘缘萧索，宿命奈何？日升月落，曾心依旧难舍。铁马金戈，也踏不碎这心火。一前尘旧梦，任岁月消磨。往事流转在你眼眸，一遍一遍
双手，唯愿你能得到拯救。到了我刚才说的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就是我可以看你们的评论啦。来来来来来，哎呀，人肯定，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啊？好好奇哦。大家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我的打一。暂时没有出现。好了，我看到他们说，有人说开始好长时间了，我错过了什么？你其实没有错过什么。你只是错过了我，你只是错过了我对你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你只是错过了我掏心掏肺为你选的歌，你只是错过了我掏，哎呀哎呀，好好恶哦。然后他们说，哇，终于赶上了，终于赶上一次直播，以后再不想错过。对对对，我也很开心，终于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你们见面啦。然后又来到了，又看到了那个我觉得你们喊的最尴尬的一句话，就是什么，这个时代不能有招生，哪有，当然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不能有，就是不能没有喜欢你自己的自己。哎，说得真好，因为如果你都没有找到那个喜欢的自己，你没有去做好你想做的事情，或是没有去追求你想做的事情，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觉得感觉有点亏，所以我觉得需要做到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找到。哎，我还看到就是，不要要怕，是深深最棒。你带了我们的嘉宾来，对不对？周表表。哎，想到你身边，对对对，想到你身边。哎，哦，有人开始还在这刷歌名啊！我找找你们刚才说的，你们人生就是人生当中目前暂时这个小阶段想完成的小目标，打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快快快快发出来，发出来，发出来！哎，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慢的，哎呀，哎呀，我一不小心，我是不是点了个退出？周深已经退出了直播间。哎，你们觉得我唱的好听吗？你们能不能就是说点真心话？然后就是，哦，我看到了，希望考个好大学。哦，
所以你还应该是高中阶段，对不对？哇，那我觉得你需要努力的冲一把，因为我觉得就是高考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你以后很难会再有这样一个很难有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让你把所有的全身心的精力去投入到一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可以让你去到你想去到的地方，想去到的学校，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学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已经高考结束的人嘛，尤其是最近，就我觉得如果啊，当然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考得非常好，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到自己想去的学校，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发挥失常，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的话，也不用灰心，因为就是它非常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事情，所以你一样可以去寻找那个你喜欢的自己，一样可以去追梦，去完成梦。因为听起来好像有点空，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摆在这里。就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都非常非常像。我也开始迷茫，我只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对，到后来我开始发现，我去尝试一下当医生，因为我很想当医生，我觉得医生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棒，就是他们可以去救人于，就是把人从病痛当中拉出来。但后面我学医之后，发现要成为一位医生是有多么多么的辛苦。就光是我只是在学习那个阶段，就已经疯狂疯狂的，就是累到不行，每天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就特别特别辛苦。所以每一位医生都非常非常的伟大，非常辛苦，谢谢你们。然后到后面我就去到了音乐学院，我就发现我怎么之前在医学院这么的痛苦？我发现我就是真的是事倍功半，对，就是我就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好像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会开始问很多，就是大家问出过的问题，就是什么啊，我的努力没有回报，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后面我发现，我到了音乐学院之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方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去到音乐学院，我就发现所有的东西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难了。就是一个考试的东西，就是要考。我们一般考试会准备就是三四首歌曲去在我们音乐厅去唱嘛，我就会觉得，哎，那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唯独有一件难事就是要背词儿。这个真的好难，所以就是方向非常非常重要。当你去，如果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你是找到了你想做的事情的人，那我觉得你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可以朝着那个方向继续去努力，因为你会发现你很快乐，你很辛苦，你需要努力，你需要付出很多的力气，但是你会发现你很快乐。但是如果你现在现当下还没有发现那件事情，那你也有一个很幸运的消息，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你所感兴趣的领域，你都可以去试试。就像我去试了一下医学，就是哇，医学好棒，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好像那个不是我的方向，所以我后面就去到了音乐学院。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找到了就继续为之努力，如果你还在寻找，你也不要迷茫，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多给自己一些尝试的机会，因为你愿意尝试的那个自己也是非常强大的自己，因为很多人是不敢的，或者是很多人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吧，对。但是而且还有很多的兴趣，你喜欢的事情，它是不一定要成为你的事业的，对。所以不要给自己压力，就轻轻松松向前走，我们一起去向未来。来来来来来，把你们的小目标都可以发给我一下，我都可以看到哦。哇，真的假的？这里有个人发弹幕，他说保你个头，因为我在我这里不可能有那两个字的。我说8000万了，你是骗我吗？哇，希望高中三年顺利。高中三年哦，真的好棒，我特别喜欢高中时期，我初中时期高中时期我都特别喜欢，不对，我小学时期很喜欢。哎，好吧，只要是读书时期我都很喜欢，因为你会，现在正在读书人其实你们意识不到，你们只用担心的就是读书这件事情的这件大事情有多么的幸福，对。所以你现在如果还在学校的话，享受享受，那个是你最轻松，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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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然后非常活泼，最青涩，最勇敢，最无畏的你自己。然后我们之后的功课，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功课，就是把那个非常无畏，非常活泼生动的你一定要留在自己心间，因为它很重要。哪怕你以后可能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们
每个人可能都说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我们一定会随着所有的成长环境，我们的认知，我们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改变很多事情，或者是你看事情的观点，但是你在心中把那个少年永远留住，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今天会唱达拉崩巴吗？他儿子特别喜欢。哇，不会。但是为了小朋友，我就可以给你清唱几句，好吧？对于歌手来说，词儿啊，想想哈，清唱几句应该是不用到侵版权，我觉得，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陛下，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再说一次，达拉崩巴班德贝利布多比鲁翁。好好，好了，就到这里了。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啊，卡布快发专辑，那你这个梦想，卡布不会发专辑了，只有周深会发专辑。专辑我真的真的一直有在做，而且做的时间很久了。对，小小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在录节目啊，或者是唱很多很多的就是跟专辑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在做专辑。 No，我一直在做，而且做专辑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而且我完全可以告诉你们，我其实已经有录了。哎呀，不行，我要是说了以后把你们的期待值拔到一个我没有见过的1.8米的高度，不对，我见过1.8米，我没有达到过的1.8米的高度，就是我又不想给你们太多期待值，但是我又一直就是在做，但是最后就是你会发现专辑为什么那么难做，不是因为要找歌很难，或者是录音很难，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简单的事，但你想传递一个东西，或者是你要做一张你自己喜欢的一张专辑是很难的事情，我不停的在做，我不停的也在打翻它，就是把它反反复复的在琢磨，我希望自己能够出一张就是自己喜欢的专辑。对，我觉得因为我中间会摇摆很多次嘛，我会在想，哎，万一他们不喜欢怎么办，我又害怕自己又太自我做专辑。 对，然后深深想要你的辣椒面，我也想要，我好久没有吃到了，哎呀，但是因为食品就不太方便给你们嘛。好像我能给你们什么，我能给你们优美的歌声啊。好了，两句，等着我，周深以后一定去看你的演唱会哦。你们也等着我，我一定会努力的去到你们的家乡，去到你们的身边，想到你身边。哎，而且刚才等着我也是我的一首歌哦。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管，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你要等着我，拨开了云海，到你的身边来，不离开。嗯嗯，他说：“哎，啊，都是天赋来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好了，然后，好好好。很开心我可以看到你们。哎，我看到有人打歌名了。哎，你的那首歌会唱啊，那会是哪首歌呢？我们等下见，谢谢你们。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青春充满了不眠，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
在巨大的伤悲借以成灰。Time flows across the
against the stream. Waterways will join us one, tracing to the source. No more strange to loss. You will see petals fly when lightning becomes carol. Could you please hear my voice not hunger for手中线，绕啊绕，绕啊绕。
被倾注，心有所住。向归途，乘着风向面吹拂，有夜空漂浮，抓一颗流星祝福你要幸福，手中线绕啊绕绕啊绕，让几千亿年夜望向归途，燕归巢迁徙之路，参与着我数，待到烟火照夜白时准备庆祝。谢谢。其实，突然开始感叹，就觉得每一次站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时常其实也会想到自己之前在小房间，就是在房间里唱歌给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吧，就是能够有，也很幸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大家，也希望你们所有的思念和所有的想念都心有所住，你们所有的爱都能够有回声。好的，来说一下，就是我自己应该算是被改变掉的一个习惯，就是拍照。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拍照或者是拍视频的一个人，因为会觉得有美景我就用我的眼睛去看就好啊。然后很多时候后面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拍照，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可能是就他携举个例子啊，他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就携带松了，他就说咔嚓，我携带松了。但他不是那种就是把这种事儿或怎么怎么样把它刷到朋友圈去打扰别人，他不是那种，他就是他会很喜欢记录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然后他去到所有的地方，去到所有的美景，看到的美景或者是看到的无意间碰到的那些美好小瞬间，他都会习惯性的记录下来。所以每一次他跟朋友们跟我们说他去到哪个地方非常开心，那个地方多么多么美的时候，如果是我，我只会说哇，我跟你说，主要是我读的书也不是很多，所以形容词很缺乏，所以劝你们多多读书。我一般去到地方我只会说哇，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好漂亮，那个地方就是哇好漂亮。然后但如果是换成他的话，他就会把所有的照片发过来，然后他会把他记录的短视频就会发过来，他会说你看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我们的天气是这样的，你听一下我的，就是听一下，你看风声，就现在越来越便捷。尤其是就是我觉得抖音平台有个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让你去分享你感受到的美好和你感受到的那个温暖。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会有不开心，然后我自己解决不开心的方法就是唱歌，然后后面就是有的时候也会一定会打开抖音，因为我有很多喜欢的，比如像小萌宠是我特别喜欢看的，因为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小动物，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我做不到100%的去陪伴它，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又一直没有去拥有一只，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给到它我想给到它的那个爱，所以我就没有养。但是还好就是有抖音让我去看到每一只不同的小动物，让我云养宠物，就会发现它们好可爱呀。然后我也会看到很多人唱歌，比如说不定我就听过你在抖音上唱的歌，然后也会看到很多人他们拍的视频去记录的东西。对，当然我要非常非常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更是我的生米，然后或者是我的歌迷他们做的东西，他们会因为我出道8周年了嘛，然后他们做的一些视频，做的一些游戏，他们写的歌，他们唱的歌，他们画的画，他们全部都有分享出来，我都有看到。我觉得真的是何德何能被你们喜欢，你们做那些事情比我厉害多了。所以慢慢慢慢开始，我现在就会开始，如果看到特别喜欢的地方，我就会把它拍下来，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我前几天我就在我抖音上面就发了我去新疆的看到的美景，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突然发现，原来喜欢拍照真的是可以留住很多美丽的瞬间的一个事情，而且它不太会去耽误到你去享受那个当下，但是享受当下永远是最重要的。好了，然后我每次打开我的手机的时候，我就会看相册嘛，我发现里面不是很多的美照 也没有很多我的美照，因为我没有什么美照，但是我发现最多的是我的表情包，而且我自己聊天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用表情包，就是特别的好用，你知道吗？就是你跟关系好的朋友，哪怕你们没有什么内容，你们互相丢表情包，你都可以聊很久。而且我的表情包我觉得可以在很多特定的情绪下可以传递得非常非常成功。然后呢，今天可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嘛，算是小福利吧，就是可以给大家的表情包数据库，我这个断句，给大家的表情包数据库更新一下。就等一下我会做三个表情，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截屏按钮然后进行截屏。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就是一个也没有太给自己加分的事情。然后我就不倒计时了，然后能不能截到就看你们好不好。好，先来几个帅一点的，就是你不错哟。哎，不对，这个表情比较像我不错呀。哎，我很不错。好了，正式开始啊，三、二、一。哎呀，还附赠了一个，我给了你们四个，有没有截到你们自己去看吧？反正就是，我觉得对，而且身边也会把朋友们其他的表情做成表情包，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互动。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每一次看认真看歌词，我都会。真的是眼睛湿润的一首歌，我会觉得他写得很感动，就是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自己心中有改变过什么，都其实很大多数都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像我们有受过什么样的委屈，我们自己有迈过什么样的一大步去克服自己的困难，很多时候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不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你自己知道，而且你每一次回头去看向那个那么无畏那么勇敢而且那么生动的自己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哇，我怎么这么棒？因为如果没有那一个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好现在的自己，去完成一个自己更喜欢或者是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这首歌它也是差不多写的这个内容，我们每次回望我们都会眼睛湿润，也希望因为你们给我的爱，我也感受到了它像一阵风，让我慢慢慢慢开始变得轻松，也希望你们能够乘着这阵风，然后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去追逐我们想完成的梦想，我们一起乘着这股风去到我们最想去的目的地，起风了。记了从前，从前注视着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时间直达，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懂挣扎，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
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注视着时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时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作一般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我要
醉过，斟下冰凉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做一半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无论你在哪里，我都在这。雪花盛开在风中，是你紧紧抱住我，泪光在闪动。其实每一次其实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有什么话可以对你的生迷和对你的歌迷们说，但其实想来想去就是感谢，真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能够陪我去成长，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个自己喜欢的自己。对，也希望你们永远可以和我在这片森林里做那个最快乐最轻松，哪怕有一些别人看起来好像很可笑很好玩的梦想，我们依然敢去冲敢去闯的那样一个小精灵小动物。然后好像说今天是夏天的最后一天，我觉得一定会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一幕，因为在这一幕卡布和周深同时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唱歌。然后比较熟悉我的呢，当然也都知道刚才不想睡是我们最后一首啦。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度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度过了多长啊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又很紧张又一直很期待，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去寻找更多更好的更美的瞬间。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么现在大家来帮我做一个事情，就是点赞，三二一给我点现在点击屏幕进行点赞，我们就可以一起拍一张照片。哎，我们刚才那个表情不太好看，你们不要截的不好看好不好，准备拍照咯。拍一个什么样的照片呢？我想想 pose 啊，因为我来来去去也就那些，要么就是对吧我的那些照片，要么就是这样，要么是弄弄袖扣，要么就弄弄领子，要么就是耳朵，
然后要么就是假装看见光啊光，总之就是跟我一起来拍照啊，点击屏幕点赞，我们一起来合照喽，三二一。我想想，我右脸比较好看，如果这样的话，我这样是右脸，你们站这边啊，那给你们留位置了，三二一。好了，最后呢，要非常非常感谢抖音直播平台，然后我们也来。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和你们最热烈的评论来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们和所有我们的老师们吧。首先我们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吉他老师，感谢我们牛子健老师，哇，你这个粉红色的是专门自己选的颜色吗？对，平时就很爱这个颜色。对，给你点赞。好，我们另外一位吉他老师张麒麟老师，哇塞，这个是麒麟臂吗？好，谢谢老师，辛苦老师们。然后呢，就是应该算是今天跟我一样唱得非常辛苦的老师们，就是我们四位和声老师们，我们一起感谢他们。我们先感谢我们张恋歌老师，然后感谢玲玲老师，感谢宋豪老师，感谢陈俊佳老师，谢谢谢谢你们。哎，我应该看哪个镜头？看这个什么？你们一定要评论打得激烈点，要不然我会显得我很尴尬。配合一下，感谢我们四位和声老师。好，然后现在是要感谢的，就是哦，为什么要整个舞台走来走去啊？要感谢的就是每一次彩排，我都会忘记在最远处有个人被封锁在，就是被几个大隔音隔离住，就是隔住的，就是我们的鼓手老师。对，肖博文老师，谢谢谢谢谢谢你，因为每次真的会忘记鼓手老师在后面。然后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们的贝斯老师韩九强老师，谢谢谢谢，辛苦，谢谢。然后接下来啊，我又要走到这边了啊，感谢的就是应该算是整场跟我一样就是没有停过的一位老师，因为我的每首歌可以说是键盘含量都是100%，所以他的手从来没有停过，就是我们的键盘老师吴彤老师。我每次都会问你这个问题，你真的没有遇到过跟你同名的老师吗？没有。真的没有啊？没有。你没有朋友吧？应该光是我就已经遇到了三个同名的老师。好，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哦，还有我们就是默默在这里帮我们播放 program 的郭书文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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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感谢我们音乐统筹朱思梦老师，哇，你们看她超漂亮的，头发又多，脸又小，皮肤又好，哎，人和人的差距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整场的音乐总监郑楠老师，呜呼。大家郑楠老师不用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作品大家都非常喜欢，比如可以大家自己搜索一下，谢谢。脾气很差，一般都不敢惹他，我们都只能说好的好的，您说的都对，音乐总监说的对。好，谢谢郑楠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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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然后现在呢就是也要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了那么梦幻的森林的，然后那么美丽的一个舞台的制作团队老师们，有秀必应，谢谢。然后也要非常感谢周深工作室的所有小伙伴们，也感谢这场演出的所有工作人员们，要感谢我们的灯光老师，呼，然后感谢我们所有就是在幕后啊，就是帮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幕后老师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要谢谢我们音响团队的薛明老师，谢谢谢谢。然后谢谢我们的 OB 老师老虎老师，谢谢谢谢谢。你们一定要帮我打的评论激烈一点，要不然我显得我很傻。然后还有要感谢，反正就是所有的老师，我们导演老师，所有导演团队，所有的老师，我们摄像老师等等等等，所有如果有忘记的对不起。然后还要感谢就是一直都喜欢听我唱歌的声迷们，谢谢你谢谢你。也要感谢就是每一个正在观看直播的你，也谢谢你来一起陪我度过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去向未来。对，然后非常感谢抖音，感谢汽水音乐，让这个夏天可以给大家留下这场演唱会的记忆，让我们一起
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记忆。也请大家继续关注2022抖音夏日歌会，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你哟。然后还是那句话，就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多读书然后可以就是强身健体一下，然后注意防护，让自己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祝愿大家所有事情都顺顺利利。然后因为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要下去，然后就会大家就是假装很嗨的说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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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但是因为我也听不到啊，我假装听到，你们假装帮我 uncle 一下。既然大家热情这么的浓烈，那我们就带来一首 uncle 歌曲，这样会不会比较下不来台啊？我不管了，假装很热烈，那就是给大家带来最后这一首，就是希望我们永远可以保留住我们最初相遇的那份美好吧，然后一起大家都越来越好，然后记住所有的美好，记住每一个瞬间，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我好厉害啊！这首《大鱼》希望你能够喜欢，谢谢我们所有的相遇。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已经太了。
谢谢我们每一个相遇，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一切都好好的，晚安，谢谢。